女性的朋友，创业的女性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没有哈、啊。那你有没有创业的打算？就做另外一个品牌，我一直在创业，一直在创业啊。哎，你这创业真的难不难？作为年轻人啊，我觉得还好。我很开心的能做我想做的事，因为我有梦想，然后我喜欢音乐。虽然我每年在音乐可能去做音乐时间会比较比起其他会短很多，但是当我在做音乐的时候，我是很开心，是很快乐的。对对，然后我喜欢做我自己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然后给我的粉丝。对，这也就是正像我们的电影一样，拥有自己的梦想是带来更加精彩的生活啊！啊，这怎么样？啊，拿高一点哈，因为现在我们北京卫视大厨一定要收音的哈。好，那当然了，我们子韬的全新的这个同名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啊，《The Road》也是在前天正式上映，你都有听吗？好不好听？好。那能告诉他们一下专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和大家见面？这张专辑其实一共有80首歌，然后有40MV。哇，良心良心。然后在这次5月1号男神演唱会，我的新歌会一起在演唱会工作。对，好，我们期待我们的子豪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，我们永远支持他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来，我们拿下麦克风啊，子豪再拍几张照片来。好的，来子涛，我们看，先看一下右边吧。来子涛，先看一下右边。好的，来中间。好，子涛，我们再看一下中间啊，大家，我想多拍一点你的照片。好的，欢迎欢迎子涛的光临啊。子涛这边有个 VR 摄影机，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啊！这个是最先进的一个直播技术了。走慢一点，走慢一点。OK。好，这儿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著名青年演员，但是现在他的身份又多。